这个是吐槽补充包，我刚刚看了一下我那个视频，发现里边有个迷惑性操作，就是我在画这个图的时候其实讲的比较那个什么，就是比较迷惑，可能我把它详解一下啊。就我这个箭头其实指的是它顶了这个笔握，然后它就导致了一个迷惑，就是说我应该单独分析这个笔帽，就是外面这个帽的受力，而不是说这个部分。所以说我们重新来画一下，我们来重新画一下它这个笔帽，我们就单独看这个去掉所有的金属之后的这个件儿的受力。嗯，哎呀，这个领会一下精神啊，我就是这个螺纹长得有点丑。就是这么一个东西的受力啊。外面是金属的那个笔环，然后上面是那个头，这个领会一下精神，这个画的有点丑。我们这么分析啊，就是它你里边这个圈儿在顶着，再换一个颜色。就是好，因为它里边的这个密封的这个桶，它并没有弹簧在后面撑着，它是个硬的嘛。但它顶到，当它顶到这个的时候，实际上你对于这个东西来说，对于笔帽树脂本身来说，它施加的力是往后拽的嘛。然后因为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密封圈的，这个地方是有一个 O 型圈的，然后这块是螺纹嘛，就不管它，就是这个密封圈，我说它这个密封圈是往外拽的。这个可能我们把它详解一下，就是说我们看这个东西，假设螺纹是这样的吧，把它画大一点，螺距画大一点，这样的话比较好理解。就是说你这个圈顶在这个位置，这个圈顶在这个位置，它虽然是往里压，但是它对只对第一个齿有作用。因为中间的话你是螺纹嘛，你中间的话是螺纹，但是你这个东西如果说我笔帽，你想我这个位置的时候是刚刚拧到这个刚乖着那个密封圈，然后我要再往里边拧的话，实际上你这个螺纹它就会更往里入嘛，它就走的这个行程就会远一点。那么它对于这个树脂件本身来说，它受到的力是往外拉的。所以说我那个上面后来才说，我说加了密封圈之后导致它的受力是往外拉的。然后你这么个操作之后就会导致就是这个位置嘛，就是最薄的这个位置。你要么从这个地方咔嚓一下断下来，要么把这个齿这个撸没，就这么个原因。就说白了，其实还是就是下面这一个部分就很脆弱嘛，就很容易断。然后讲到密封圈呢，它这个密封圈放的这个方法吧，也不能说它不对，但是就正常情况下来说，我们说做一个密封圈结构的时候，我们会大多数都会选择开一个槽，然后让密封圈放在这里边，这个是那个 O 型圈，然后这样的话你跟外壁挤压大体上是这么挤。可是问题是它这个东西导致它这个圈有点，它的受力，你分析一下它受力的话，它受力并不是说正常密封圈这样子挤的，你斜乐的话是这样挤的，你回去看一下自己的斜乐笔就能看出来，斜乐是这样挤的。然后它不是，它这个圈是属于这样一个状态，然后你的受力的东西在这儿，所以说它这个力还蛮复杂的，你有这个方面，然后也有这个方向，反正它就会导致这个受力很复杂，然后再加上你这个本身螺纹情况下，你的受力肯定是没办法达到均匀的嘛，所以说就导致很容易裂。我个人分析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它这个螺纹真的是哎呀嘎嘣脆。你说它这个高透树脂，可能说你要做成高透，确实影响它这个柔韧性啊，就是它可能会脆一点，但是绝对没有那么脆啊。就是说，
绝对没有说像裁判堂表现出来这么脆，但是他可能是因为这一些就细节一些小小。